会痛吗？我肩又不会痛。我等下把你打到我肩，你就不要叫。不是不想捐，是太痛。如果可以不痛的话，我就捐。你怎么怕痛？我真笑皮呢。那诶，痛啊，就是打一个针而已，这个针给你戳进去而已，哪里？打疫苗都要昏倒了，还戳进去？打疫苗打进去都打进去都不得了了，还抽出来？打疫苗那个针那么细，像那个妈妈在打。那抽血那个针那么粗？那就是用人造血啊！人造血，明天带你去，我们一起捐。先不要。什么先不要？年轻人不捐。等，现在已经2022了，还没有那种无痛捐血，再等一下吧。没有那一种东西啊。没有的话，我也没办法，是我不想。你又没捐过，250就够了。男生可以捐到500。我那么瘦，捐500我直接昏死。捐一次，那个他那时候那个三倍券，直接用捐血来换就好了，血库直接满出来。我捐血，你给我钱呐、啊，什么意思？多少？100哦、喔，当我乞丐啊！我的血这么不珍贵哦、喔。要不然就是送什么西皮的那个餐券啊。谁要吃那个啊？那碗不好。有些是就是类似那种公益的那个赞助的，啊有时候就送一包米，就不一定啦、啊。就是有人赞助的时候送的东西会比较好。我好像都不缺、欸。哎，不缺就是要捐血救人呐、啊。你要有诱因嘛。救人还要诱因哦、喔？救人不是啊，很痛啊！我就说你要嘛就无痛嘛。到底有多痛啊？你都没捐过，你就在那边痛。抽捐完不是 OK 吗？那样还不痛啊 ？OK 不会痛吗 ？OK 又不会痛。我等一下把你打到 OK， 你就不要叫。忍无可忍。